耳边听着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，还有远处传来的浪漫的音乐。其实在雨中漫步在海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浩瀚 DHI 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前脸都是比较有未来感的，然后机甲感觉是拉满了，然后也是一个分体式的一个大灯啊，还包括中网设计都是未来感十足啊。然后它整个的是一个溜背造型啊，包括你看这个导流板，还有这个微微翘起的啊，类似于小尾翼啊，都是非常年轻化的，适合咱们 Z 世代啊。今天来试试我的新车啊，看这个13.2寸的中控屏，还有液晶仪表，还有这个游戏手柄设计的方向盘。但是呢，我还想要一个 HUD 的苔藓，还有一个电子外后视镜，最好还有超级酷炫的外观。嚯，怎么都有了？醒，咱们该出发了。今天带你玩转神州半岛。咱们这个车呢，搭载的是马赫电混 DHI 的最高级的一个电混技术啊，而且还是一个4档混动的混动系统。在你行驶的过程中，基本上就是零顿挫，而且整个提速啊，包括行驶中都会非常的舒服。哎，这车啊，还有模拟声浪，而且3种模式哦，让你畅快玩车，非常适合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年轻人。等会儿我们就来试一试100公里加速。妈妈呀，太快了！而且这款车的油耗只有4.2，真的太适合我这种工资不太高的年轻人了，再也不用为了油耗胆战心惊的开车。咱们转弯或者倒车的时候，中控屏都会有一个全景显示啊，充分保证你的安全，不会让你开上马路牙顶。虽然在海边遇上了下雨天，但是和浩瀚的相遇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车的重要性。哪个刚打工的年轻人不想要一台遮风避雨又省油的车呢？